是一禅。今天一禅想跟大家聊聊，人在困难时记住四句话。一，你此时正面临的困难，别人也许刚经历过。也许你此刻正在经历困难，却看到了别人一帆风顺。在你感叹不公之前，不如先转念想一想，也许你上一段风调雨顺的同时，别人也正经历着生命的低潮期呢。坎坷都是守恒的，没有人会一直一帆风顺，也没有人会坎坷一辈子。二，抱怨从来都不能解决问题。抱怨是世界上最无用的事情，与其把时间花在抱怨上，不如静下心来想一想下一步该怎么做。过多的抱怨只会让自己变得越来越愤世嫉俗，心性越来越松散。三，走不通的时候要学会放弃。当你觉得路特别难走的时候，要么就是收获会非常巨大，要么就是走了错的路。如果一件事你努力了很久也无法攻克，不如回过头来反思这是不是正确的路。走不通的路要及时回头，学会放弃亦是一种进步。四，要是成功这么容易，就不会这么可贵了。没有人能随随便便就成功了，人的一生坎坷才是常态，只有磨难才能体现出平顺的价值，只有失败才能体现出成功的可贵。一次次失败不要紧，别着急，爬起来继续走。反正人这一生短短几十年，万一成功了呢？我是一禅，每晚八点在这里等你，希望一禅的话能给你带来一些温暖与平静。晚安。